俄罗斯西部一个新兵训练中心发生枪击案，11人被射杀，2名凶徒被击毙。另外，乌克兰南部城市扎波罗热继续被俄军炮轰。黄欣怡报道。扎波罗热这个停车场被炮弹击中之后严重受损，多架汽车被炸成废铁，附近多栋建筑物都中弹受损。有民众讲翻清晨5点几被连串爆炸声吓醒，持续了大约15分钟。乌克兰官员说，俄军礼拜六朝早利用多架伊朗制无人机和 S-300 导弹轰炸扎波罗热。至於接壤烏克蘭邊境的俄羅斯西部城市別爾哥羅德，州長說當地有油庫被導彈擊中之後起火，濃煙升上半空。同日，別爾哥羅德有軍事訓練中心發生槍擊案。俄羅斯國際新聞通訊社引述國防部報導，這一宗恐怖襲擊，2名襲擊者是來自獨聯體國家，當時在中心和其他志願入伍希望參與特別軍事行動的人進行射擊訓練，期間以小型槍械向其他人開火，有11人被射殺，另外15人受傷，2名襲擊者被擊斃。俄方沒有透露2个人來自哪個獨聯體國家。乌克兰一个总统顾问透露，2个人来自塔吉克，是因为宗教问题和人起争执而开枪。俄罗斯因应俄乌战争颁布局部动员令，被指主要在南部穆斯林人口为主的地区征兵，早前触发连串激烈示威。战况方面，乌东和北部地区激战持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以东部战略重镇巴克穆特战线最为困难，预期乌军接下来的反击攻势可能有所减慢。乌方又期待今个月之内收到美国和德国的防空系统之后，能够对抗俄军的导弹攻击。而早前表示可能会中断向乌克兰提供旗下 SpaceX 星链卫星服务的全球首富马斯克，事隔1日改口，话会继续为乌克兰民众提供互联网服务。Now TV 记者黄欣怡报道。好，咁啊，即系正如我之前都有讲过啦，即系我会 predict 咧，就系喺俄罗斯里边咧，好捻多嘅反抗嘅情况会出现啦。咁你相唔相信呢一个嘅 bootcamp 里面呢就真係咁撚啱，有啲人讨论啲乜撚嘢嘅宗教嘅问题，然后跟撚住拉撚着咗啲嘅屌你老尾嘅加盟国嘅宗教狂热分子拿枪屌你老话喽，咁样去屌你老尾冚家铲，喺咁样去肥啊，我真係觉得即係好正如你嘅俄罗斯号屌你老尾喺黑海冚家铲，屌你老尾喺自己煲烟烧撚着架船成架战舰沉撚咗一样，咁呢啲嘢出嚟你讲都冇人信啦，係咪？即係你辣撚到咁撚多人又去加盟国捉啲人去当军，屌你老尾閪，你老普京你自己又唔撚去打，你叫人去打反抗就真係会紧㗎啦。嗱，我相信呢呢啲一定係唔撚係宗教嘅问题，屌你老尾閪去射枪。而好似据称呢喺呢啲咁嘅训练中心里面呢亦都好多类似嘅呢啲嘅枪击事件已经係发生咗。咁啊，讲真，即系呢一镬嘢咧，就即系大家咧拭目以待，睇下普京几时咧就屌你俾受西斯股咁样走佬，然后跟住俾人咧就屌你俾冚家铲。嗱，我见好多独裁者都系咁样死法噶，受西斯股、萨达姆系嘛，屌你老尾喺冚家铲、卡达菲，一只二只，个个都系咁样走佬，跟住俾啲人民捉翻翻嚟，死得好卵惨。生前嗰阵时，屌你咩威风八面啊，乜卵嘢，屌你老尾喺冚家铲独裁强人啊，冚家铲个个走出嚟就牙文牙鸠冇。但是过到最尾咪过街老鼠，屌你坑渠老鼠，屌你老尾喺冚家铲惨淡收场。我已经觉得普京呢一个嘅冚家铲一捻定系咁嘅情况。好啦，大家唔好捻扯我啦，就快啦，讲多少少啦，讲唔捻尽咧，可以屌啦呃计大家波钟咁样，唔捻妥当。咁啊，仲有一样嘢要讲埋嘅咧，就系呢一个嘅屌你老尾 Elon Musk。OK， 咁啊，而家大家都睇唔捻清楚佢个底，究竟要捻样做乜鸠嘢咧？系咪屌你老尾閪冚家铲？佢系一啲嘅代言人系嘛？喂，大佬，你乌克兰好啦，屌你老尾，我撑捻咗你班冚家铲咁捻耐，唔好捻屌你老尾閪冚家铲三分颜色上大红喎！你哋而家屌你老尾打我嘅、食我嘅、洗我嘅、用我嘅，全鸠部都系啲屌你老尾閪列强冚家铲支持你，你做代理人战争，你出人。但系啲科技啊、卫星啊、屌你老尾閪能源啊、技术啊、指导啊、枪炮弹啊、飞弹啊、防空系统啊，
乜鸠嘢都系我哋俾。好啦，而家咁样样打，喂，冬天热嚟紧喎 ，winter is coming 喎，屌你老味閪，你而家冚家铲，我哋冇能源喎，我哋会冻喎，你哋再唔捻停战，冚家铲，我哋屌你老味，冚家铲食雪条，冚家铲饮菠萝冰过呢一个嘅 Christmas 系嘛 ？I'm shrinking for this white Christmas， shrink 紧喎，直情系冻捻到，屌你老味閪！冚家铲，你冚家铲，你哋打得咁捻开心，你哋战斗民族唔捻怕冻啫，嗰啲冚家铲湿鸠法国人系嘛？嗰啲捻捻屌一个二个，屌你老味，系唔捻系想扑欧，唔捻想打，然后要俾压力一个嘅乌克兰嘅人，屌你老味閪，叫佢见好就收。暫時屌你咩待住先啦，冇撚咗克里米亞咪算鳩數咯，停撚戰咗先，唔好撚打鳩住咧，會唔會咁嘅樣情況？而所以依一個嘅冚家鏟 Elon Musk 咧，就屌你老尾閪咧，就想中間裏邊就屌你老尾閪做下密事啊，做下大事啊，啊挖下船啊，啊探討下會唔會啊，睇下依一個嘅澤連斯基有軟化或者喺和談嘅依一個嘅跡象啊。似乎坊間嘅民眾同埋 Internet 裏面嘅網民就個個都一面倒屌柒佢，係嘛？你有冇搞緊錯啊？屌你老尾閪！你放緊咗條水喉俾人，而家山水喉屍頭破，屌你咪洗緊個頭嗰陣時，啲水點啊？你交緊咗租未啊？屌你咪未交租，邊有水啊？屌你咪屍頭破，我成個頭都係花簡布喎，咁樣樣，而家就係正正就係咁撚樣啦，係嘛？你下邊就喺度。冚家铲查晒依一个英雪暴露露，同埋用紧系花王洗头水喺度洗头，然后屌你老尾喺你唱紧歌嘅时候，是包租婆点解冇水嘅？就系咁样样嘅情况啦。屌嗱声，冚家铲依一个 peace comment on Pfizer's president miss more confession on the hearing， 依个我唔系好知道，但我尝试去了解啦，好嘛？吓，依一个我唔系好清楚 miss more， 我唔知有咩嚟嘅啊。系嘛？咁好啊！而家喺咁嘅情況之下，你又話要美國佬好俾錢，咁啊，只要講真唔係好揾多錢啫。啊，咩幾十幾億定係幾多錢？美國佬大撚把錢，實會俾撚到啦，係嘛？咁但係 Elon Musk 咧，我就覺得依個撚樣咧，喺度搞太多小動作咧，我實在好令我唔撚中意佢啊！佢俾我嘅感覺咧，利用科技，利用佢係世界自己嘅依一個嘅首富。啊！翻文覆語，指點江山，控制時局。屌你老尾閪，話乜就乜。屌你老尾閪，冚家鏟啲 Bitcoin 就會升。屌你老尾話，屌你賣股份就冚家鏟啲股價就影響到屌你老尾個華爾街嗰度。屌你老尾個股價係咁跳。我覺得依個撚樣咧，除非佢真係 Deep State 裏邊有頭有面嘅 member， otherwise 你咁撚樣搞搞震咧，就屌你老尾閪太撚依一個嘅夜郎自大，同埋咧風芒太撚露啊！如果咁撚後生咁撚癲狂咧，我覺得唔撚係一件好事嚟嘅。所以當大家又去睇乜撚嘢嘅 Elon Musk 嘅屌你咩成功之道啊 ，Elon Musk 嘅 biography 啊，我就係 Elon Musk 搞撚個偶像 Johnny Depp 個老婆，屌你老尾閪，我就唔撚妥你係嘛？咁而家佢所作嘅所為，即係有兩件事喺依一個嘅 Starlink 嗰方面嗰啲嘅斷佢水喉啊，又或者唔俾情報佢啊，令到佢進攻會有問題啊。俾我嘅感覺，可能係一個嘅 warning， 會唔會叫烏克蘭嗰邊喂，係咪真係要坐低傾下咧？喂，大佬，我哋你啲 sponsor 凍撚個春袋縮撚到龍眼咁撚細粒，係嘛？好撚凍喎，跟撚住屌你老尾閪冚家鏟嗰啲嘅歐盟領袖都要學阿新馬斯真咁樣，懶得我騰騰震啊，真係凍到啊入心咩咁樣。咁你唔撚停，佢哋班撚樣就屌你老尾閪，冇下台阶，俾依一個嘅普京見好就收。咁但係你又會話啦，喂，你有冇搞撚錯？我閪撚咗咁撚多人，死撚咗咁撚多人，冇撚咗國土，你要我同佢屌你有咩冚家鏟？屌你有咩同佢停戰？冇撚嘢係嘛？但係冇撚計啊！屌你老尾閪，你點啦？你諗下你烏克蘭靠乜撚嘢打仗先？而家全世界俾資訊、俾情報、俾軍技，屌你老尾閪冚家鏟，俾軍火、錢撚，屌你老尾糧食乜撚柒都係人哋俾嘅，咁你點啊？系嘛，即系形势比人强，即系而家我就最谂怕嘅依一个嘅局面，咁啊真系大谂镬啊，系嘛？咁但系即系我就好捻惨啦，即系我如果我系我好明白泽连斯基同埋乌克兰人民啊，真系死捻湿咗个头，然后问包租婆点解冇水嘅，即系依下嘢就真系实在太捻黐捻线，咁啊所以大家千祈唔好俾嗰啲嘅财阀啊，即系依啲嘅人冇捻良心。冇撚正確嘅價值觀，只有錢同埋科技，而係依啲嘅人去揸莊嘅情況之下咧，冇咗一個宗教信仰喺背後控制佢哋嘅屌你咩嘅私人行為咧，
所以咧就含得撚象眉黨嘅，真係會對世界嗰個影響唔會差撚過依一個嘅中共嘅，屌你俾冚家產嗰就咁啲冧啲，係嘛？咁所以即係國王的新衣今日就俾人笑柒，咁啊亦都希望咧英國嘅各位嘅手足係嘛，即係大家要小心啊！即係下次嘅行動啊，或者各方面嘅嘢，即係食即係睇撚住自己嘅人身安全，亦都話撚咗俾大家聽。海外的中國領事館呢班嘅賊碌咧，係而家係唔夠會同你客氣，係會有暴力嘅。咁大家如果去外國嘅領事館，唔撚係話熬底，唔撚係怕鳩佢，你都明相信當地嘅警察會仗義執法、秉公執法，唔係香港嚇，即係要顧你嘅人身安全。但係咧，亦都相信當地嘅警察係會維持治安，保護你閣下嘅呢一個嘅安全。但係當然啦，我唔係叫你打賊人啊。當人哋打鳩嗰陣時候，屌你個老尾閪！香港人絕不是東亞病夫，屌你老尾閪！你打我就十揼實你。所以今日佢哋捉撚咗嗰個冚家產戴頭盔啊！屌你老尾閪，著避彈衣啊，腳腳擦住，屌你咩揼實佢老母閪，裂頭腳啊！屌你咩冚家產，霹靂狂龍啊，係咁招呼個大陸呢咧。咁啊，今日真係做得非常之好啊！啊，佢打個每一腳，我直情睇撚到好好，屌你老尾咁樣打鑊佢。咁啊，世界上面咧，阿 Sam Yan 錢銀啦、啊，金錢啦、啊。politics 啦，權力啦，係絕對會令人腐化嘅，唔會好似神咁樣無條件咁樣去屌你老尾閪愛護人類嘅，屌你老尾閪依啲嘅嘢，點會人哋唔會同你計著數、計利益，無條件為公義咁俾你咧行撚開啦，冇可能嘅事啊！大家真係要小撚心啊，即係唔撚好屌你老尾閪喺依一方面裏邊掉以輕心。Anyhow， 聽日八點半香港時間，老波香港 Morning Glory 星期二嘅下半場會繼續同大家。会倾偈系嘛？听日听日会有个零钟头版本系嘛？八点半同大家见面啊！大家准时啊！我老阿会坐定定喺度。咁啊，听日咧有IT 维修员咧会我新居里边咧就系驳呢一个嘅电线同埋上电视啊！咁啊会喺新居嗰度咧就系 set up 个 narrow 啊！咁啊，所以咧我都好担心啊，即系个 narrow 搞得唔捻好咧，冇我老豆呢边个 narrow 咁捻好咧，直播嗰阵时都会窒窒地就含得捻尽味道啊！大家保重，咁我去同 Pet Shop Boy 打招呼，因为咧 Pet Shop Boy 都七条嚟紧啦，真系好捻担心。今次睇完呢一场嘅演唱会，下一次都唔知系咪屌你老尾閪，之后可以喺 VCD 啊、DVD 啊、Internet 嘅里边嘅重温啦。多谢大家捧场，咁啊，总之大家要记住啊，即系呢一个嘅老闸今日所讲翻嘅说话咧，我睇咧对香港嗰个嘅硬净程度啊，棍打屌你咩香港香港人嗰種嘅屌你咩狠辣情報咧，唔好諗以為佢話屌你咩參同你參與，大家一齊升上太空，你又冚家產就中撚咗佢嗰台戲。好，係咁先，聽日見。各位 MHK 的观众注意啦，由2022年1月1号起，鳄鱼潭只会上传到 MHK.TV 的网站和 Patreon， 只供会员收看，每月并会上传不少于10条的影片。如果各位想继续支持鳄鱼潭的，可以去下列 MHK.TV 的网站付费，和到 Patreon 注册会员。